2021年你一定要拥有它。荷货线管理的美容仪器卷赴日本取得的最精密的运算弧度，它有个很棒的称号叫做卧蚕制造机。你看我的卧蚕，好，我是思佳，保养达人又来了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那台卖爆卖翻狂卖的那一台天使机，2021年你一定要拥有它。荷货线管理的美容仪器，女神许维恩代言的新沙机，这个是远赴日本取得的最精密的运算弧度，它有个很棒的称号叫做卧蚕制造机。赠品就是它，真泰水活紧肤水光针三梦，直接涂在脸上，我都会直接把它加到震动，由下往上推，然后我就会这样子。我看到由下往上推，它的弧度就是刚刚好，也不挤肉，推上来，把它这样子往上转提，整个这边都往上拉提五下。整个轮廓线立刻完整呈现，我们要来验证它有多神奇。这边已经整个上去了，眉毛的位置、眼睛的位置，还有这里都比它窄了，五下而已，各位五下。轮廓线我看得比生命线一样重要，不要有木偶纹，就要给它这样推上去。每天除了对抗地心引力之外呢，我们就在家用这台新沙机，脸完全不会红，不夹肉，这里是垂的，你们发现 ？Oh my god， 我脸好歪哦，整个像削进来一样，这边还是这样子垂垂的哦。我看到，我看到这一块 ，Oh god， 热的退完会退一次冷的，不像你用热水洗完脸之后，我用冰水再把它冰镇一下。你有看到这个弧度，刚刚好就是卧蚕的样子。耶！卧蚕制造机，你看我卧蚕，有没有？两边加起来连五分钟都不到，在推的时候都不要干推哦，会让你精华液吸收的效果更好。卧蚕叫出来 ，Hello 卧蚕，然后再加上震动，睡前可以这样子按一下眼睛底下。每个女生都想要有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紧致的轮廓线，还有会说话的卧蚕盒子里头 USB 充电线、绒布的收纳袋啊，说明书送礼自用。两相宜，红色的就表示呢加热的功能，而这个热呢是42到45度，再按一下就会有热加震动。然后呢，它的这个震动呢是每分钟震动8500次，你没有听错。再压一下会变成什么？冷的。而冷的呢，这个温度呢是人体表温度13度，压一下冷敷再加上震动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再按一下又切成热的功能，每天只要使用这一台，轻轻松使用5分钟，脸越用越小，充满它呢是110分钟，所以真的可以用很久，肩颈也能用。看这个弧度，哇，涂在这边真的是刚刚好，太赞了。额头也可以用，它的这个弧度也都很刚好，紧致度也会很棒，用完一天没烦恼，隔天早上起来烦恼就是又变得越来越漂亮了。推完了之后呢，拿一张卫生纸稍作擦拭，不要水洗哦，是不是别想像我一样这么样的紧致，现在还是这么样的 V， 因为我每天都用新沙机来好好的保养自己。